今天老齐领你们逛一下鹤岗市榆林设计厂。来之后咱就从这门进，知道吗？进门之后呢，你就直接去前台充卡，这边充卡还便宜，知道不？你好。怎么充呢？咱们是按子弹准备的。先来10块钱行吗？你们你要想打靶，你就得来正规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有教练手把手带你，都非常安全。我们用的是5.6口径的运动弹。5.56呗。这就是5.6。射击过程中啊，不要回头，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就行，我来处理啊。这是保险，往下一压就开了。多少款教练？96款。弄弄不？96。走，吓一跳。现在咱干的是德国的 CZ512 半自动步枪。你干啥呢？打枪。人家都站着打。是吗？漂亮。裤子掉了。裤掉了。打着了。这个不是散弹了，这个里面就一个弹丸。所以说你要瞄得更准一些，瞄准灭火器的中下部位就行。给你们打个灭火器看一眼啊！哎哇！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！欢迎来到老七的家乡做客哦，这小菜美不美？No 了。